我们现在今天的话是去钓鱼场1380的10万斤鲤鱼泡坑啊，现在从酒店出发。但是今天这个天气有点不太对劲了，雾蒙蒙的，整个天气就感觉是要下雨，但是又下不来的那种。那我们不管啊，我们现在先去钓场看一下，估计今天钓场热闹了啊，走。我们现在这边的话已经抵达钓场了，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呢，有可能啊，非常有可能是这边的一个皇帝位啊，就是这个位置出鱼会相对来讲好一些，因为是靠边，它里面有桥洞。昨天的话，这边又是下风口，然后又是注水口，新水进来的地方，希望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够抽到啊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这边大师特别多啊，来自这边北方大多数喜欢钓鲤鱼的一些大师，国家级大师啊，民间的钓鱼大师。那么我们今天过来凑一下热闹啊，重在参与，看一下现在全场人山人海，350个人钓，不知道能不能够抱得满，反正人数挺多的，现在停车场上人数全部车都停满了，希望今天能够混个好位啊。很纯嘛，味道。我是没带一套小药出来。哎，我们渣哥已经抽完号了，198。为什么我抽不了呢？你帮我搞一下。这边 B 区31号啊。31号应该靠中间了。开了好不容易开捆好的，你要给它递捆，我一个人也要这个。好了，准备东西吧。我们现在准备东西啊，还有一会儿马上进场，因为人特别多，等一下估计是挤着进去的。直接发张卡，直接刮了就进去。电视上有。怎么了？网线路不就行了吗？现在啥情况？我不知道啊，他说用付款记录。现在这边的话就是抽不到号了，抽不到号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搞，因为300多人有点这很拥挤啊。第一次就翻车，真的被我猜对了。受不受罪？受罪。但我竟然没口嘞，两场退票来的话，退2760。大哥是金嘴玉言。进去，全场停口。杠杠的全场退票啊！哎呀，我就说等一下开钓之前，再放虫，这个虫先放进去了，本身预计7:30的车8点钟钓就差不多，现在这个虫都闷的有点不太爱动了，我要看一下我的竹饵，凉了没有？应该没啥问题，这个虫耐火。还行，竹饵的虫，因为竹饵的虫没加小药，所以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。这个散泡里面的小药加的重了，感觉虫都不爱动了。我刚才把盆子打开，里面的温度好高啊，虫都热死了。还没死，还是在动。兄弟，挺住啊！啊，开始了。开始了，兄弟们。掉。
现在开钓啊，开钓了之后呢先抽窝，因为人实在太多了，如果你窝量不够的话怕鱼聚不来。今天这个钓具呢，刚开始呢是选用的3米9的杆啊，上来直接3米9的，主线直接是3.0的啊，子线的话是一个2.0的子线，钩子10号锈，先开始钓。钓到3点，啊，1380的票，啊，对，大家关注的钓鱼的关注一下，先点关注，好吧？啊，阿东，拿这个给我打松软泥。老板今天要发财是吧？摸到鳞片了，现在改初二，我估计老板把鱼喂饱了，不喂。3号继续跑，退票。回鱼，据说今天人爆满了，好像是。进鱼。终于来了第一尾鱼。第一条啊，刚起的第一位1380啊，打了快15分钟了。看到回顾一下，好像是喂，我靠，大意了下，这个鲤鱼有点大，有点个体有点大，赶紧帮我拿个纸巾，这个很容易闪到身，差点给我闪住了。打这个鱼的话，这个杆把缠的有点短，吵在了。不能帮操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不，我们是那个叫什么？村里人进城。这杆子卷下去了。回顾一下，现在在钓鱼，没办法回顾啊！又来了，我这鱼怎么个体这么大？这个鱼个体，这有。4斤了吧，5斤都有了，撑不了了，要最起码要6斤往上，这没意义啊，这条线来鱼了。来了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鱼打3次还是3次？我们不是专业的，我们也不是职业钓手，我们是自己喜欢的。来了。哎呦，靠！
太软了，这个第几条没数，这样的鱼打个40条就上岸了，打个30-40条就上岸了。来了，30，大鲤子。对，今天如果搞的话，晚上然后1380安排。没有人，如果拿两个的话，人均消费要1380的话是。30，第五条。都挺大的，都是3斤4斤的。一条就30，一条就是。来了。哦，不好了。太小了，不要。太小了，不要。太小了，不要。哦，10多块啊，一条。几瓶红牛的。对。6元一斤，还有5斤吗？他今天说是回10块吧。抽六魂呢，现在鱼口相对来讲快一些啊，因为我也是一直在抽大窝，感觉上了一两条之后，我就会补一坨很大的窝进去，因为人比较多，你窝量不够的情况下，它不一定。就是说鱼到你来的量啊，它也不够，所以说窝量不大一点，它来了的话就相对来讲啊鱼群就多一些，那你给的口也会快一点大一些，因为我刚开始看见慢慢的磨口啊，抽了窝下去口一下干脆多了2目，现在是钓了几条呢？7条吧，7条6条，啊钓了6-7条，它个体都是比较大的啊，3到5斤的，反正打起来的，刚开始呢想打快，结果呢。发现那鱼个体很不均匀，然后起竿的力度也没掌控好，然后特别是从钓罗非转钓这个鲤鱼的情况下，就一些小口，刚开始打那个小口跑了几条鱼，现在呢基本上都是抓稳口抓大口，小口基本上全部都放过。来了，哇、哦，40。现在380已经回来了哈，就差1000了啊！看这个鲤鱼，都是很漂亮的，个体都是很大，你想单手飞得起来，好难的。50啊！三口的，来了，小的20，好，去找刀吧，拿抓点去了，拿东在这里，好，在那个位置，来了。这条什么鬼？不是卯的就有点大啊，倒的桥啊，大桥啊，我以为是倒的。我大拇指来了，看一圈。
力气不够的时候，双手先把它顶住水面，顶住水面之后再用单手去抄它。因为有时候臂力不够啊，就是一些钓友啊，或者说是女钓友，臂力稍微弱一些的，他用单手去顶它，一场打下来可能手就受不了啊。就是中鱼之后，双手先把它拔出水面，拔出水面了，再去用单手去顶它，抄它。说一下饵料那么难吗？我们前期打的时候啊，这个炮捏大炮吧，捏大炮去做一个抢鱼。它跳的时候可以把它把抄网顶在鱼护上面，缩小它的一个跳动的一个空间，然后等它不跳了，我们再去取钩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个钩子很容易缠绕，再加上如果鱼压住了，它的一个子线很容易崩断的，特别是在打快鱼的一个情况下，这子线崩断就是致命的，就整个节奏就会打乱。我换了没口。烟够吗？要不要上面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烟够，管够。等年纪够上了，来吧。虫子也买了。虫子今天就用了一点。上了多少？上了十几条。这鱼挺大了。这个硬杆缠线了，只能换一只软杆先顶一下。哎呦，软杆。啊。硬杆缠线了。回过礼啊！现在天气热，你们这个果霜必须要加重啊！然后再加药酒，没头啊，怎么来？药酒打穿透的。多也有缘故的哈。加点淡奶的话，去让它气味传播的更快一些。钓鱼的吗？这边钓鱼都集体在喊啊，在喊开呀、啊，因为现在鱼行特别慢啊，因为鱼呢已经感觉到鱼开始起伏了，很多呢都在起竿伴随锚到，我起竿伴随锚到两条都是脱钩的，它个体大，因为你只是轻轻起竿而已啊，打不住它。这里面的话还是稍微给它带一点点出。啊，不能带多。我们收你们收不收？快点动吧！我们收你们也这边收好不好？坐。别走，别等会儿我收了，我靠，你们在这都不要命的。来，阿东。好，把那里面绳号给我。就早晨就应该开的呀。因为本来开场就开晚了，今天又闷。不是，他们应该早晨就一直开着呀。那人多没办法，这个炮呢，它必须要多备，这窝料多备。不管在前期后期，起码你窝子里面你要有鱼，你才能钓得到。如果饵料位型不对的一个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通过去调整。那你窝子里面没鱼的情况下，你调整都调整不了。
OK。啥情况？这不钓的好好的吗？暴乱了。对啊，这不钓的好好的吗？外面口不太好。没有，有些位置好，有些位置不好。我这边上来抽都十来二十分钟，我都没见到口嘞。现在这个鱼群呢已经特别慢了啊，特别慢了。我打算直接换线组的，将2.0的主线3.0的主线2.0的子线给它换掉，换成2.0配1.2的。这边因为鱼群特别慢，这些钓友都吵着收竿。翻倍了，爆坑了。我搞不上啊，我搞的就切线呀。再钓个鱼真累。混养塘的话，我的线组是1.5搭1.0或者0.8或者0.6。好，上鱼了啊！起起。一般的话，我觉得1.5搭0.8是最合适的，可大可小，鲫鱼也能钓，螺丝线也能钓，挺好的。所以说现在鱼情慢，换成软杆细线慢慢摸就行了，因为还没到结束。继续坚持啊，炮就带小一点，耳朵也是慢慢越搓搓的就没那么大了啊。是应该看看啊，水钓中心打一不是老板吧。哎呦，上鱼了啊。打一是那个江苏常州的小区水钓中心，前两天我们去玩了，可以介绍一下他钓场。刚才老板还在直播间。对，板鱼是江苏这个鲤鱼在这里面算小的啊。小区水钓中心，因为我手比较大，可以锁暴躁的。你们在江苏的朋友可以去玩一玩。对，在古塘村这边，刚开的。给他抛出去，就挂两个村里。刚才那个客服妹子走了。来了，起。双飞鳖。一缸双飞鳖，一缸双飞鲶鱼，一缸鳖，一个鳖就单钓。这鳖有多少个？20块一个，你放一斤就是，一个一斤嘛，可以。嗯，观养的口还好一点哈。混养一般主线污点太大了吧？我们昨。对啊，目前的话还有6-7只金鱼吧，冲子20多条，冲子有20多条了。这边没口了啊，这边基本上都没怎么口了。后面扎扎成上去钓了，我下来休息一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还刚开始开钓的时候，可能是转头去抽散炮的时候把腰扭了一下，就整个坐钓不是特别舒服。现在比较热啊，我换下来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看一下口。现在很多钓友呢都吵着在退票，今天估计这个鱼是出不了预期当中的那么多了。刚才我们扎扎成说是去摸鱼去了，其实去找客服小姐姐去了。你这啥情况？那鱼都在上层呢。对啊。感谢彪哥，谢谢出色的男人。啊，没有口是吧？没口那没办法，先慢慢的坚持钓吧，是吧？场面一度混乱了，这边都要收竿。收啊！啊，这边都要收了啊，这边都要收竿。啊，钓友们都在开始了啊，都在陆续收竿。啊，其实像今天的这种鱼情的话，我觉得黑坑老板也是不愿意看到的。嗯，但是呢，作为钓友来讲，我们钓友更不愿意看到，因为天气这个东西啊，跟这个水的一个问题，鱼缺氧，如果说是因为都起伏了嘛，也是钓的很没有办法。你这边也看一下，耶，你看在鱼都是在半水锚，你这边看一下吧。如果说是实在不行的话，看大家，如果大多数都收了，你不收的一个情况下，翻中路，先看我们看情况吧。
今天这边的话1380的一个10万斤鲤鱼炮坑，那么就到这里了。原因呢很简单，退票了。因为这边呢今天这个天气的确不是特别理想，要下雨又下不来，不下雨的话又出着太阳，特别闷。然后很多钓友呢就钓，有的一条都没钓到，有的钓个3-4条，他这边可是收费1380哦。那么像这种情况实际上黑坑老板呢也是不太愿意见到的，因为如果说都出鱼这个情况下，老板绝对是有的赚的，但是今天这种情况实际上老板也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么这边是钓友呢就更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，毕竟有的3-500公里跑过来，有的为了这场炮坑准备了很长时间，结果呢这个鱼情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这钓友的话都是比较暴躁的，北方的钓友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基本上大家都在集体商议起哄后面退票，那么老板处理的事情方式呢也是比较好的啊，然后后面的话就干脆愿意钓的就钓，不愿意钓的就退票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就算了，因为我这边还好，我还打了3-4条，还爽了一下。那有些钓友的话就更可怜了，一条都没有，或者摸个2-3条的。哎，今天就到这里了啊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啊。下午就先不要，不要弄了，都500吧。没办法，老板自己说退票。我这边的话，差不多了，100斤是有的。这边打了30几尾，它重量都是3-4斤左右的，也差不多，对，也差不多破百了。就是后面没办法啊，没口，加上这些，加上这些钓友的话在这边吹着的，那也没有办法。那老板退票了，那就等于说上岸了嘛，对吧？上岸了。